由 XO 成员都敬秀与南智炫主演的电视剧《白日的郎君》四号举办了制作发布会，不仅升格担任男主角，更首次挑战古装剧的都敬秀坦言：“첫사극이기도긴장이많이되긴했는데사극이라는장르에도전을너무해보고싶다는생각이들어서선택을한것같습니다而在当日天穿上韩服会不会很辛苦啊？해보지않았던뭐상투라든지가시라든지그런한복들입어보는거에서이제조금덥기도했고그런점에서힘든점은있었는데只是主持人突然关心起我们嘟嘟穿上韩服上厕所会不会不方便 ？D.O. 居然能够淡定回答。사극복장은 、네、 화장실가는것도또곤란할수있을거란생각도들어요근데이제한복을입으면그바지쪽은안보여서지퍼가달려있습니다오、네、 그렇게요즘은편하게나왔더라고요그래서화장실은편하게갔던걸로기억합니다 아그렇군다행이에요讲到最后自己都笑场了《百日的郎君》是一部由王世子失踪事件展开的浪漫轻喜剧。都敬秀与南智炫两人在片场的默契如何呢？상대배우에게배려도너무많이해줘서제가연기하기도너무편했고그리고진짜이렇게에너지가넘치는배우는처음이었던것같습니다저는네실제원득이홍심이가티격태격하는약간케미가있기때문에아마그런게후반부로갈수록조금씩더잘살지않았나我们也好期待呢